我哋第一個階段嘅目標係500萬嘅，因為就算呢四位議員可以攞到個法律嘅援助嘅話咧，每個人可能要付出嘅戰體費咧都講緊120萬嘅。咁所以咧，500萬係我哋嘅起點嚟嘅。你話最壞嘅就係情況，最嬲尾你話個官司輸咗要賠堂費嘅話，你可以想象嗰個數目係非常之大嘅。咁但係我哋第一階段最少我哋一定要籌夠呢500萬，去應付咗最基本嘅需要咯。我哋嘅諗法就係話，當我哋係去到幫咗呢四位議員去面對住呢個訴訟經費之後，如果有錢剩嘅話咧，將來無論梁游或者係其他可能面對相同處境嘅人咧，其實都可以向我哋申請嘅。但係我可以咁樣講法啦，我哋都話我哋真係戰戰兢兢喺咁短時間要我哋籌幾百萬，其實非常之困難嘅事情嘅。但是我們在原則上來說，我們希望這個基金是可以留下去，將來協助相似的處境的人。